今天是9月29号还是30号？30号，我们从瑞穗出发去花莲玩。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是2022年9月30日，还有十多天就到中华民国的国庆了，所以这里就挂了很多国旗。我们开车去花莲市的七星潭海滩去玩。毛毛和尤里从台湾西边过来，要看我们东部更蓝的海。此刻他们正在车上呼呼大睡。10点出发，12点就到花莲市了。他们在市区吃午餐，我顺便去银行办事，他们帮我打包了午餐， 我就当在海边野餐了。野餐。尤里喜欢看海，毛毛不想踩海滩。我呢，就在海滩上找更大的浮球。当我吭哧吭哧扛回来一个进了水的浮球，就跟我毛毛说他正准备救援。原来毛毛坐在石头上玩手机，正在播放音乐的苹果手机掉进石头缝里了。我们讨论要不要打119或请特搜队来帮忙，或者要不要拿一笔小于手机价钱的预算来请起重机吊起这些大约100到200公斤的石头，或者要不要去借一个或者是买一个手电筒。结果119电话中说他们会救人，但不会帮忙找物品。附近的海巡署说，起重机业者来吊石头的话需要有县政府的公文。然后我开车去新城乡，花150台币买了一个强光手电筒，然后毛毛搬开小一点的石头，钻进了大石头底下。哇，把手机捡出来了耶。你不要因为有蟑螂就慌了啊。头先出来。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来，恭喜你把手机捡回来了。手机掉到在那石头缝里面捡到了，呀、啊，什么心情？太开心了，对吧？后来怎么找到的？哇，整个人钻进去，整个人已经是趴在里面，然后往下沉了。是左边，是右边？最后是在左边呢。哦。不在右边，我们一直以为在右边，结果像左拉说的，真的是把手一伸下去，摸到它的平面。啊，酷！你摸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尖叫？只是看到怎么一只手机出来了？我没有，我想说这是手机吗？感觉摸起来好像镜面。你们我想说出来了，就抽出来之后，哇，出来！手握好 ，S S S 的，不要再吃了，不会啦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它还有61%的电量呢。那我们可以继续工作到11点。可以继续工作了。耶，恭喜恭喜！就让它还下去了。石头，我们不管了。没有，掀开就掀开了了，我们没办法搬回去了啦。恭喜恭喜！真的，太开心了。新年好！然后我现在紧紧抓着。给我，我要紧紧抓着。抓着没用，不能相信手。我们只买了一个手电筒，就把手机找回来了。不能相信，我相信你们，也不相信我。哎，刚才你不是说捡到找回手机要喝什么酒吗？清明早酒，耶！喝起来了，来。而且我今天一定要去泡温泉，我也没有泡到，我今天一定要泡到。好。哇，对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